你留下来，你觉得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素儿，你决定不退训，你是要真的为了自己留下来，不可以为了别人留下来。快点跟上！你知道接下来的训练会越来越辛苦，而且你前面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如果你真的要留下来，就要加倍努力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加倍加倍